了，现在蛋煮好了，然后要来看一下，就是我们煮了五分钟，然后用冷水再泡五分钟的效果如何？这个蛋后面它还是有一个洞，但是看不清楚。嗯，好，这个洞在这里。好，剥开喽，那把它切一半看看。哇，是我喜欢吃的哎！哦，这种半生熟的蛋我最喜欢。嗯，结论是煮起来真的很好吃。嗯。